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昨昏秘密拜访乌克兰，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，除了讲会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，嘛答应要增加军事援助到台币115亿。因为罗西亚七十透早是继续向乌克兰社会团发动攻击，在奥德萨造成3人死亡，27人受伤。在破晓之下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乌克兰国会内底做25分钟的演讲，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，也呼吁乌克兰的民主发展，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。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becoming a NATO member as soon as conditions allow。杜鲁道在乌克兰当地车站，在无事先公布行程之下，秘密去乌克兰首都基辅，去基辅市内的士兵复健中心探望受伤的乌克兰官兵，佮总统泽连斯基会谈。除了表示加拿大会参加培训乌克兰战机飞行员的计划，佮提出要追加支援乌克兰差不多5亿加币的军事援助。Our spring budget extended a $2.45 billion loan to the government of Ukraine for this year.With the aim of supporting Ukraine's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. Today, I can announce that we will provide $500 million in new funding.For military assistance. 在加拿大东郊马爹车站三百多只，为去年二月开始，因为俄乌战争，没收滞留在加拿大国内的俄国 AN-124 飞机转送给乌克兰。这嘛，俄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网络回应表示，加拿大的做法是违法的，是公路抢劫。在暂时俄乌战争的状况，是俄国车站观点，搁一摆对乌克兰各地发动8粒飞弹加35架无人机袭击，其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加2粒飞弹加20架无人机。炸落来，村的无人机是造成俄军在扎波罗热的战车毁损，佮攻击第三大城市奥德萨的无人机碎片坠落在一栋公寓，引起大火，造成民众死伤。泽连斯基表示，讲暂时已经对俄国展开反击，要不俄国国防部说，讲俄军在顿内茨克以南佮扎波罗热巴赫姆特地区的反击，已经予俄军拍退，而且予俄军付出真大的代价。公司新闻台是董平友。